今年初一了，然后从开学以来一直没有见过同学和老师的面，啊，到现在就非常渴望能够开学去见一见同学还有老师们。我在四处上班，日期期间父亲是个多月呀，特别想念老婆和孩子。我现在又等着就回家。我们一家三口呢，全部分到这边以后呢，一直就跟我妈在一块儿。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说能够长时间的跟老人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就是说平时呢工作太忙，也回不了几次家，偶尔的。这次分了这么40多天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说增进了跟母子之间的一种感情。就是说，平时呢娃娃上学也见不到爷爷奶奶，这次分到家里呢，对孩子来说。也挺好的，跟奶奶有更多的交流。我现在在这个城东跟城中的边界，我现在要解封了嘛，心情特别的激动，因为马上要见到我的女朋友了，心情非常激动。现在听说今天晚上解封了，十二点解封了，我就出来看一下这边卡子撤了没，撤了，如果这解封了，也感觉特别的开心，疫情也毕竟这么长时间了，封了。就说解封了，我第一时间就想着赶紧回老家，我出来是吧，外出打工的，现在急着就回家，心情也特别高兴。40多天没回自己的家了，解封以后回去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大收拾一下，把家里，这是主要的。收拾完了以后，那现在不是春熙可以堂食了吗？那带着媳妇带着啊，可以去吃火锅啊，浪一浪呀，转一转。主要是我媳妇和娃娃太想吃火锅了，好长时间没吃火锅了，主要是。解封之后，最渴望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去吃一顿好吃的。明天解封之后，我打算带她去吃火锅。哎，城东的好像没开吧？去城中的、城西的海湖里开了，我知道。去吃火锅，然后带他去买蛋糕，买蛋挞。他要买蛋糕呀？他不挺想吃的吗？带他去买的。解封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就看能回老家的话，赶紧就先回老家。这毕竟出来7个月了，一直没回老家，因为疫情反反复复。现在第一件事就是。解封完之后，现在工程也都停了，我们该能回家，赶紧回家，和家里面的人团圆。